大家晚上好啊！今天呢，我不知道收音收不收清楚。现在呢，我们正在有今天呢要带大家来开箱一个，不是这一艘，不要误会。等一下，我先让大家看一下表演这样子。他们登船啊，会有一个简单的秀吧，欢迎大家上船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呢，带大家来体验的是这一艘，它叫做富裕号豪华游轮。那这一艘呢是比较新的游轮，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艘公主号啊等等其他的船都已经经营蛮久的。那这一艘呢是全新的，新的一个游轮。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搭过，而且在网络上找到资讯非常的少，几乎是没有啦，没有人搭过，好像是疫情后今年才开始做的而已。那现在的船呢也还没有到，因为它要等到前面的船上完之后，我们搭的是八点的。然后呢，它换票流程其实很简单，就是到 Icon Sion 这边 ，Icon Sion 的这个二号码头，这里是二号码头，然后呢到这里，然后把你购票的凭证呢、交给他，然后他就帮你换一张票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拿到这一个胸前的一个贴纸，然后还有一张票，然后这样子就等待上船。然后刚刚他们船务员告诉我们，7:50的这边集合。那现在时间呢是7:33，还有十几分钟。那建议大家不要离开这边太远，你可能再挤过来可能会来不及了。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啊都在这边河边那边等。那现在等这几艘船上去，因为刚刚已经刚走一艘了，现在又来另外一艘，其实蛮密集的啦。OK， 那我们就稍等一下吧。等待的过程中啊，大家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Icon Sion 的一个水舞，我来看一下。Icon Sion 真的蛮美的，晚上点灯起来蛮漂亮的。我们现在呢，刚好正在这个水舞表演的正前方而已，我们在等那个码头。啊，呜、哦，水会喷上来。然后啊，现在啊，跟着前面举牌的人走。今天的码头是停在三号，所以啊，我们要去三号码头排队上船。对，现在啊，前面这一艘游轮已经全部上船完毕了，准备开走了。然后我们的游轮呢、在后面等着就进来了。船已经进来喽，然后会有一个灯光的表演秀。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前面的游轮呢、基本上都是两层而已，这一艘呢是三层的，设备也比较新，船体我看也比较宽大。OK， 现在呢船已经靠完毕了，工作人员啊把绳子绑好，把梯子架好之后呢，我们就准备可以开始往前进喽。这艘船呢是把一些不方便上船的人士啊排在优先上船的顺序，跟前面的双船是相反的。前面让他可能是把他排到最后来，那我觉得这样子服务是不错的，让他们早点上船这样子，我觉得蛮棒的。因为现在呢，我们准备排队往前进。那因为我们现在呢准备上船来到这边了，准备上船这边。我们现在准备上船，过这个桥才上船。上进来之后呢，可以看这边，我们准备上去三楼。露天的这边，观众，现在啊，我们上来这边的还不错，它上面还有打雷射光上去，蛮不错的。然后船的设备蛮新的，而且啊，船体好像比刚我之前看的还要再宽的感觉，就是比前面那种一般有点稍微再宽一点点这样子。因为它座位啊，我它一排的座位蛮多的。一般来讲就是只有两边两个座位，我从船上看是这样子啊。然后这边呢中间也坐满，然后位置排列蛮多的。那等一下呢，我们可以去那边取餐。那先等一下，先等他开船完，准备开船，等一下稍微等一下，看有没有落后的人还没上船啊？没有，他已经起架子了，他的架子已经开始收起来了。所以啊，已经准备开始开船了。然后啊，等一下呢，应该会有一个开场秀，也现场演唱的人员在那边。然后啊，从这边看过去 ，Icon Sion 超帅的。
而且啊，高度比蓝船都还要高，毕竟这是三层楼高的船的。哇，坐在上面，虽然说晚最上层是没有冷气的，可是它一二层是有冷气的，但是它感觉完全不一样。还我这边比较推荐大家啊，坐到最上层来，感觉是最好的。那他们目前啊，游轮因为它太大艘了，它目前以为还没有满，好像是以三二为主啦，然后一目前是还没有摆餐具，所以一应该是还没有满的。给大家看一下，它基本上呢会送你一杯这个饮料，然后呢还会提供一杯这样白开水，然后白开水的话呢会随时帮你加啊，当然你如果要另外的酒水的话呢就是需要额外付费。现在呢主持人啊在解释一下一些安全措施跟一些简单的说明这样子。现在啊船已经开始移动了，我们要即将离开 Arkansas 呢，现在船已经在移动咯，看到没有？然后啊现场表演就已经开始了，哇超赞的，这个距离我觉得刚刚好耶，如果在前面那个位置啊可能有点太近了一些，会喇叭有点吵，这个距离刚刚好，蛮棒的。然后啊开船之后啊就开放大家可以去取用餐点了，就是要到后面中间那边去取用餐点。先带大家来船尾巴这边，现在我们已经船这边已经慢慢驶离这边了。然后呢，在这边来是因为带大家先看厕所，哈哈，它的厕所啊还蛮高级的，看里面还蛮高级的感觉，它设备蛮新颖的，这样子蛮不错的。这艘船果然非常非常新颖，可以闻到这个船的那种新的味道。OK， 那我们现在进去里面看一下餐点，我们先看二楼的餐点。二楼的餐点呢比较没有那么多，二楼好像是摆一些日式的食物，这边有一些餐点，哇，摆日式的寿司这些东西，日式的寿司等等之类的，然后呢还有一些生鱼片，你看一下，生鱼片，这里。主要是以这个日式的寿司啊、生鱼片为主这样子。哇，这艘船的它的宽度真的蛮宽的，然后呢，可以容纳的位置相当多。然后，所以啊，现在今天，因为它可能刚开，知名度还不是那么的高，二楼这边呢，目前也都是没有开放的，就位置还是空的啊。那等一下我们上去楼上吧，我们上去三楼。现在呢，我们上来三楼这里了。后面还有一些没坐满，不知道是取餐还是没有坐满，可是我看几乎快满了，前面是全部都满的了。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餐点吧，大家看一下他们的餐点，因为取餐门还蛮多的，我就只能这样子带大家过去看一下啊，这里看一下对面，大致上呢就是一些buffet该有的他们也都有，像这个泰国虾啊等等之类都是烤好放在这边，哇还蛮大只的。然后前面的这些的话呢也是一些炸物啊等等的，可以看一下一些主食啊也都有，基本上就是一些 buffet 有的东西它基本上大概都有了，像这个就 Pad Thai。 然后呢这边呢、啊、也是一些主食啊，这很难拍因为前面人太多了，不好意思，先拿一下这样子。我们来前面看一下他们的现场演唱表演。这呢是我这样夹的，我就随意这样夹，基本上都有了。那口要保持我要解释了再跟大家分享。然后他们歌手演唱品质还要不错。然后呢，左边呢，我们就已经看到那个郑王庙了，接近他了。他等一下，我在猜会不会靠近他呢？啊，应该不会，可能要回头的时候才靠近他。哇，郑王庙点真的蛮漂亮的。现在我们经过郑王庙了，只不过现在其实我眼睛看是蛮近的，只是因为这个镜头大家看起来会觉得很远，其实要靠蛮近的，没关系。等一下呢，我们整个巡游回来的时候会靠在那边的船，那会靠跟郑王庙更近，来拍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啊，我们经过了这个
笑，还不错，有再跟大家这边讲一下，因为这座桥比较高啦，这就还好。刚刚我们经过前面两座桥的时候呢，因为这不是因为桥太低，是因为这座楼高有三层楼，所以比较高一点。所以啊，经过刚前面两座比较矮的桥的时候呢，司仪还是叫大家说小心点走，小心点走这样子，因为真的离那个桥底非常非常的近。过这桥之后还蛮漂亮的，看一下，还不错，这是一招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地方，然后餐点也都蛮好吃的。前面就两种，然后好像两道。现在我们经过这个斜张桥，超级美的，超棒的。然后呢，接下来餐点我刚才吃我的第二盘呢，第二盘我加了一个牛排，然后烤虾，泰国虾好，然后。那是蛤蜊之类的东西吧，感觉还蛮不错吃的，我刚吃那款都还蛮好吃的。至少目前到此为止，我觉得感觉都还不错，蛮舒服的。然后河面上啊，吹着凉凉的西风这样子。然后边吃东西，像我东西就吃，真的吃不多了，我还没吃完。等一下，现在拍一张前面，因为快到这个了，快到镇王庙了，镇王庙超美的啦。我现在呢在船头这边，然后呢。这艘船真的是蛮宽的，蛮大的，哇！那边有刚出发的船，我们呢预计呢会环一圈，然后应该会到河滨码头，然后再返回来，然后再看自己的下船这样子。OK， 我们已经靠近镇王庙了，超近超美的啊！这个呢，可能大家在镜头上看起来会觉得很亮，可是实际上呢，这个看起来蛮舒服的，晚上用肉眼看啊，超级美的。摄影机呢，可能没办法完全100%呈现呐、啊，大概只能10%呈现，我大概50%吧，那种感觉。现场如果看，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可以看见大家都举起来拍照了，那个人呢？啊，蛮舒服的。这个感觉啊，真的超级美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坐船看看晚上的镇王庙，超美的。现在呢，就刚刚来到一个我刚刚在夹菜来不及录的地方，现在啊，主持人呢、啊、今天告诉大家请坐好了，因为啊，等一下那个桥啊，非常非常的低，因为这艘船就特别的高，所以要特别小心。基本上啊，高的人站起来会撞到那个。而且他们很多设备啊，一些架子啊，都需要收起来的。给大家看一下，全程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只有过这两个桥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两个桥比较矮。来喽，超级矮的这个船。Everybody, please mind your head. Wow. Please mind your head. 哦，我的手太懵了。All right, take it. 还有一个。And while we're putting that equipment, hello. If you guys want to dance with us, please danc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guys. Next up is some dancing. If you want to dance along, there's friends at the back as well. 就是过这个的话呢，要特别小心一下。就是桥呢，这个比较小，然后前面好像还有一个，我印象中前面好像还有一个也是这样蛮低的，但是有两个桥而已。现在呢，演唱的是东哥。前面这些桌子啊，这边客人都是中国人居多，所以啊，演唱者啊，他们真心选择唱中文歌比较多，这样子。然后那些客人啊，就反应比较激烈，这样子。趁着现在啊，比较没有人，我来重拍一次这些菜色给大家看一下。虽然说有些可能会蛮多已经收掉了，因为没有哎，其实他都有补满哎，都差不多都有补。还不错，因为我以为啊，我们现在的时间呢是9:30了，只剩下半个小时而已。我以为很多东西都不会补的，就它都补满了，蛮不错的。看样子这些菜色，还蛮棒的，叫我补满哦。这边呢也几乎都有补满的，那我就不打开给大家看了啊，找出一个，比如像这个好了，这个你看看，几乎都有补满的。还蛮不错的，
我本来以为剩下半个小时，他们应该就会全部补满，结果有哎、欸，就是你随时要吃，基本上几乎都有了，啊，几乎都有。因为刚我要拍这些的时候呢，全部都被抢光了，现在呢，还有很多。只要到旁边的时候呢，再拍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是我们吃烧最后一次掉头喽。后面呢，准备掉头往那边去了。然后我好像经过这边，然后再倒车回去，这样倒头回去了。哇，现在在吗？现在我的舞台旁边，然后呢，我们已经靠近这个河边码头了，对，摩天轮，耶，嗨，哇，就觉得蛮嗨的感觉。这个体验还不错，提供给大家。如果晚上来这边，一定要来参加一起他们游河，不管你坐哪一艘了。那我推荐这一艘，我觉得它的设备蛮不错的，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喽。